好了，这场比赛是我们足球公开赛在台中乌日举办的国家代表队的选拔哦。目前来到了公开单打的半准决赛哦，获胜的选手将进到冠军赛哦。由我们的画面左边的杨新宇哦，对到画面右边的陈哲明哦。今天很特别哦，今天是台风天，没错。所以杨新宇跟一群我们来自南部的那个选手哦，就今天早上搭车不畏风雨的来台中啊。事实上其实还没遇到风雨啊，因为台风根本还没造成影响哦。所以为了这个运动啊，足球其实大家也是必须付出一些东西哦。因为这个比赛不是到处都有，不像篮球，你可能走到你家公园旁边就可以再跟人家报一场篮球比赛哦。足球不一样哦，我们一年可以办的比赛其实有限哦。哦，这球杨新宇突然间原地两人杆往前斜射，是在这场比赛之前，小明还在问我说要怎么守这种球。但是刚刚小明守到的方法跟我教他的不一样。我就是有心理先准备了，就是防守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。嗯，大概应该有看他打球吧？有啊有，就是边看他比赛的时候，我们就边讨论。他说遇到这种原地突然打的，他也没把握。嗯，哎，就两人干了。你看他现在跑到后排去了，因为他对这种球他没有防守的把握，他觉得为什么别人随便打一下就很容易进球？对。不过他刚刚防守的很好哦。好，现在比数是1-2，杨新宇1-2落后。杨新宇那个是非常稳定，跟时间会拉很久哦。我有15秒，我就会用到。15秒，他非常稳定，就是你很难看到他射到墙壁，可是他能够射到他要的位置。哇，这个快速直接接到球之后，一个被拼打远边哦，现在3-2，刚被追平，小明又马上又先再抢下一分。小明刚跟我讲哦，他今年有参加过韩国的比赛，然后杭州的比赛，上海的比赛。哦，今年就是全台湾就是他打最多比赛的。哎，对，嗯，要出国，出国比赛是他打最多的哦。他想有一个好成绩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其实在这段期间内他学了很多，他从各处去学了不少哦，我觉得这很棒哦。所以多参加这种大赛经验，其实对于自己的心态调整也会非常有帮助啊。不会紧张，也知道什么情况会做什么事情，所以多参加比赛，其实对这个经验累积是非常好的。其实你要进步是除了练球之外，一定是比赛。这个就像是你考试嘛，你在学一个东西哦，你要学会英文，你要学会数学，好，你就学就好。但是你不知道，你没有考试的话，你不知道目前你学到你会了什么，嗯，对不对？对，比赛就像考试一样。你虽然比赛是1-1对决啊，或者2-2对决，但是这就像考试一样，你这样的传球在有人防守你的时候有没有用？你这样的射门在这样的防守能不能射进？好，这就是考试考你。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有个比赛，你才能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进步哦？当然名次不是绝对的，因为名次取决在很多因素哦，比如说。今天参加的选手都很厉害，你就很难拿到好的名次。或者今天参加的选手都普遍新手，那你拿第一名也不代表什么。对。但是我有考试啊，我有比赛啊。你进到了比赛，你的心态就会跟平常打球不一样。对。嗯。会紧张的人就紧张，会抽筋的人就抽筋，像我一样。哦，比赛明明小比赛，哇，抽筋。平常报队连打8小时都不会抽筋，比赛2小时后开始抽筋。嗯，应该说多参加比赛，如果你能够让比赛心态跟你在练球一样，基本上那个就会能够把你的表现出来了。对，所以人家说那个平常心是最难的哦。我也知道要平常心啊，因为叫我平常心，叫我不要紧张。我们有心理学家讲过哦，越叫你不要紧张，就越紧张，因为你就会想到哦，我不要紧张，但是因为有紧张嘛，你就会一直想到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但是你越紧张。现在3-3。这就很重要哦。好，3-3。就是小明是一直保持领先被追平的，他还没落后。
冲吧。双方后排互换球权哦。王星宇的后排其实算非常难抓住他的节奏，刚刚我跟他打的时候其实不太容易知道他从哪边来，会从哪边射门。其实他就是固定那大概四五个套路吧，但是你不知道他现在要用一二三四五啊。对对啊，所以有很多选手其实要用力他就是固定一两个，所以就比较容易抓。对对，这种就比较难防守一点。小明现在后排哦，有不传球的用射门的，球现在双方站成那个僵局哦，双方3-3，获这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将进冠军赛哦，冠军赛的另外一边哦，会是谁呢？会是吴明炫、吴明家兄弟哦。他们吴明炫、吴明家现在在第二桌进行比赛，赢的选手就会进冠军赛，也就是他们的队伍，他们这场杨新宇对陈哲明的下一场对手，不过就一定是一定是厉害的，兄弟，不是兄弟兄或弟哦。哇，打了一个中间哦，一开就打哦，这球打得非常好，这个真的是等机会开了才打哦，不冲快。就抢下来哦，一个快速的想要偷一分，很出其不意啊！所以这种局面突然来一颗，其实效果会不错。这样的防守非常危险，这其实一直都有动。小明这样防守，哦，其实你自己很紧张的哦。小明是完全跑到后排去的哦，基本上你慢慢传都不会有人守你啊。没错。漂亮的传球到了前锋，雨点这按照他这边的个性可能会暂停，但是没有哦，双方现在4-3，杨新宇到了后排，球危险，反打回去，还是回到杨新宇的后排啊。杨新宇一直尝试要做推杆射门哦，这个是远动也会有动，就是他距离比较远了才会有，没接住，直接打进去了。连续两球是有机会被陈哲明给抓回去的。的后排，尝试一个直接去打挥空，吊球了，哦。新宇在上次台中的比赛哦，那个传奇杯，我后来后置影片的时候，发现他一场比赛大概超时是5-6次吧，可能有超过那个控球的时间哦。OK。哎，但最大的最常遇到的就是挥空，后面再重新来的时候，他真的是慢慢的重新来，他不是要因为知道没时间了就加速重新来。球踢回去了，这个运气不错哦，让小明拿下了第一场的比赛的胜利。好，现在单打比赛已经到了尾声了，就是最后两场比赛了。这场比赛结束之后，就是现在冠军赛跟季军赛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这场比赛是在台中乌日举办的足球公开赛哦，我们没有特别的冠名这场比赛，所以因为是有点像是实验性质，国家代表队的选拔赛，那足球公开赛就这样子。因为我们第一次在我们的仓库举办哦，事实上现在在仓库里面，其实如果打开外面的窗子，后面是稻田啊，是我们的农田啊。那这边空间其实蛮大的，也算干净了，所以放
小桌办比赛其实蛮适合的。对啊，我希望今年可以在我们这个台中物流我们的仓库这边可以办一场IDSF 的比赛哦。嗯，但是规模一定不是大的啦，就是可能人数大概50-60人，其实不是球桌的问题，是人数不能太多。嗯，哎，对，因为球桌我们其实全部都放下去都可以哦，应该这边可以放个20-30张是没问题的，但是人数多的时候，空调会有问题，厕所会有问题，吃饭会有问题。交通会有问题，对，因为这边离高铁站大概10分钟左右。对对，但是你要必须要自己开车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不然这边附近叫不到电车。哇，又来一分，这个气势非常旺哦。你看那个小明的表情，势在必得哦。他很认真，势在必得。他刚刚有讲过，他很想拿第三名，但是我没有问他说这场比赛还是国际赛。我在猜他应该是讲国际赛打想拿前三名的，前面名次了，对。但是你想在国际赛拿前三，必须先在这场比赛拿前三嘛，合理吧？没错，对。因为参加的人的等级来看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目前为止，他很有机会拿前三的哦。因为他如果这场比赛赢的话，他就是至少前二了。对，他的进攻很稳定的、啊，就是一球一球拿，然后该出其不意的时候也是会来球。对，那目前看起来就是小明这场比赛大概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如果硬要挑问题的话，就是他防守对方的两人干射门的时候，他的心态那个有点怕怕的。嗯。那心宇现在就是变成传球射门大概都有点被封锁住了。来，心宇的后卫射门，像是传球还射门吗？看不出来，感觉像传球，可是并没有跑到前面。对，有如果有传球的话，身体应该要往前动的哦。对，后卫射门，两人杆，哇，运气很糟哦，马上又被陈哲明前锋拿到了球，现在比数已经2-0了哦。其实你双方在打节奏啊，那个像下棋一样，你进攻的很，动得很慢，我防守也很慢。范新宇终于拿到直球了哈、哦，到了前锋三人杆，你看到、哦、这个小明的防守前3秒跟后面5秒。是两个不同的节奏，嗯，节奏的转换让那个林心宇抓不太到，这球好球，心宇又来到了两人杆，哦，这球守得很好，就是为什么想守得好，因为是小明最怕的方式，最怕的射门，但他把他挡住了。可是他是不是没有推出角度？他的目的应该是要推出角度。对，他推出角度，但是他中间五人杆中间有个人偶在挡着嘛，顶在那边，必须更远更直的，就像要换杆。这个球有出去吗？没有，没出去啊。所以这个是我刚讲的，这球没出去，其实很有可能已经超过15秒了。是，对。小明成功拿到球，现在比数是2-0。如果3-0就没有，好，还是继续维持在2-0。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球权在我们画面的上半部很久。嗯。好，所以变成说是杨新宇的后卫进攻很多，或是陈哲明的前锋三人进攻很多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球权一直不断的在球桌的上半部哦。终于来到下半部了。新宇。还是被锁住啊，有点找不到方法了哦。哇，这个就是方法了，放一下节奏，这是方法了，在你还没准备好之前就先打。现在被场边的副教练换杆，然后超过1米。你没看到吗？没看到，我没有看到。有吗？
这个可能会有质疑的动作是这样子啊，双手离杆，双手脱手，然后握回去没有超过一秒就射门，哦，唯一有可能就是这个人，对，因为刚刚是射门完之后，马上就射门接到球，接到球之后马上射门，可是他有晃个两下，再晃两下，我的前一天的经验就是晃两下。一秒没，再打一下，真的是你自己想，那一秒是很久。因为他算是球权跑回来接住之后，马上换两下进攻。对啊，你要看左手什么时候握回去球杆上，對，握把上。哦，他们有结论就是重新有球。哦，这样的话对心理来讲，哦还好他还是把他打回去了。对。不然其实通常会心态上会觉得，我经验一点的可能会拒绝，因为没有裁判。对啊，对。这也经验一点的会要求影片回放、啊，但我不准。录到一半要报那个很麻烦。好，现在比数来到2-1哈，信宇在第二局的比赛终于拿下一分了。又来到了画面的上半部，救得很好哦。小明是接不到球了，刚把球破坏掉。哇，这一球在你还没来得及注意的时候，我就来一个中排射门。3-1喽，还是顺利的让新宇捡到了这球哦，来到了前锋三人。新宇要能够打好这场比赛，其实怎么样在三人杆这边有好表现哦。哦，连续中洞，在新目前连续两颗哦，在三人杆的球都射门成功哦。那比数来到3-2。漂亮哦，小明自从来从韩国回来之后，他的传球有明显的不同哦，成功率增加了。那成功率增加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判读变好了，判断阅读能力变好了，执行率其实就差不多了，其实大家差执行率不会差太多，但是他的判读能力变好了。来一个快的，想要传第二个人偶。哇，这一球真的是老奸巨猾、啊！对，我一抓到球，我就看到洞马上就下去了。对，我没有给你机会哦，所以我们这场比赛就恭喜我们陈哲明进到了冠军赛哦。没错。那我相信在后面看应该是吴明炫，可能应该是他赢嘛。哦，那杨新宇待会也要抢榜三名的比赛哦。你还是林佳颖。